想说哈，是今天你透早来的时候，他说很多朋友都在问他说，今天向慧玲有要来不？哦，啊，我刚刚在讲，啊，你无看我的节目表吗？嘿，向慧玲就是今天大年初五要来，是来看我的朋友，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哇，还有尖叫声了，太感动了，真的，我在这边呢，我底下哈。真的要非常非常非常的感恩，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福，因为呢，我已经数不清我已经是第几年来到我们的板桥慈惠宫，咱的板桥妈呢，伫咧过年期间呢来唱歌给大家听。我想问一下现场的朋友，你们知道我来第几次了吗？第几次？喂，三次而已吗？我不相信，我问主委。主委啊，聊天哦，主委，主委，主委，你有这功课不？来做这一届，我好难一届。由于太多无法数，你怎样？这叫做官方的回答。因为这个，怎个哟？刚有，还是我们不要为难他了，我们就为难长睫毛了。嘿，兄弟，赖董。这妈妈来几届？因为我有飞机票，我嘛唔知来几摆。所以你是去我别个呀？上无嘛来五届。上无来五届，上无来五届，这嘛是官方的回答。五五届有要？还是啊五届拢有来的人举手？哦，很多哎。哎，别人长睫毛一定举手。你是一定爱来的呀、啊？那我想问咱家的朋友，五届拢有来的举手好唔好？哦，咱板桥嘛有在看哦，那是不是后边讲真的哈？存点油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所以慧玲，我总共来几次啊？正确答案是什么？我好想知道、哦。我刚刚答案都被他们讲去了。其实，我刚刚这一二三四五的五吗？五次吗？我听见哦，因为刚好中间有遇到疫情，所以有连续两年没有办，对不对？对对，但是所以阿内吼。被那个疫情战吼一搅局，我自己也忘记真的来几次。那我能问问题不知道答案？没关系，这个不是重点，暂时重点我来归纳。重点是，重点是以后每一年我赶快要过来，阿你好不好？好。主委有听到吼？乡长没有听到吼？阿人家说为委婉，大家都是证人，这是民意啦吼。不是我敢变的，我不敢变哦。他们发自内心。我为什么我觉得你有点在像选举场？哎，真的吗？那不算，苏慧玲，那不算，感觉好像没有，因为，动算动算动算，因为回到，这就像我自己的娘家一样，对呀、啊，到了特别处哈，恭维宝贝哈，就是会特别特别的激动，特别的兴奋，接地气，对对对。所以你可能就是因为常常来呢，那以后你初二也要回娘家，我们希望啊。每年的初一到初五你都来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初一到初五都来哦。对，给他只唱一天，其他的时间要每天唱啊。哦，大家好不好？我是怕大家看到我，大家看到我就生了，哎不？啊，我今年有比去年较水不？好好聊天哦。你这样有点胁迫性哎、欸。对，我也觉得对不起啊。聊一下，聊一下啦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我知道有好多好多粉丝哦，期待那么久，终于在初五看到你了，是对不对？也看到看板这么漂亮。那我这个绝美女生，嘿，这个板子是新的，对不对？新年刚做的，对不对？你去等我慢看过。哦，是哦，哇塞。对呀、啊，阿那下，我也很引起来哦，不是我起来，就是我在他们心目中是这样子。是是、啊、是，因为他们是觉得绝美女生，其实啊，在唱台语歌啊。哦，我今天看到本人，真的觉得很漂亮哎、欸。谢谢，加爱也是。哇，你的对，我都夸你 anti、啊。但是我们真的哈、哦，那人家拢是本人，搁比电视顶晚搁较水。对、啊。搁较水，差不多五倍有，恁有感觉无？啊无嘛，迄落本人拢比电视较散，对不对？有无？啊，有哈。我帮所有的演艺人员解释一下，为什么本人比较瘦哦？因为我们那个电视机是荧幕是横的，是它会放大。所以呢，你从电视走出来的人，你就会觉得说，哦，你怎么那么瘦啊？你怎么没有那么高？哦、所以其实呢，电视膨胀了我们，所以也让我们的本人看起来更漂亮。所以这个代志，甲咱讲，以后咱那边地的电视，唔通买看的。哎，地的电视，我看起来拢足怪。喂，我发现你
笑了，怎么长那么漂亮？没有回到自己的地方，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。真的，哎呀哎呀！哎，要讲一下你最近呢，就是说你的歌曲这么好听，今年有没有什么动向要发，就是分享，或是有什么东西要带来给大家的？其实我刚刚哈，我刚刚为什么要讲说，每一年我都会当来家唱歌，对，在过年期间是。然后呢，我在这边真的要很感谢咱上届灵感的咱的帮桥妈，咱帮桥主会中咱的妈祖娘娘妈祖婆，真正保庇慧玲在演艺事业上呢，真的是我觉得尤其在别古年的时阵，在去年接近年底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最近慧玲有一条歌直播嘛，对，在抖音上面。等一下呢，也会带来，哦、但是呢是放在后面。然后呢，继续播《爱到桥尾》的电音版。哦、其实《爱到桥尾》是我二十年前都出的一歌曲，可是那时候它是。比二十年前更漂亮啊！阿雷哦，啊，大家用阿雷讲，不会这样呢、啊？没有逆风成长，因为李湛已经哈，一直其实那时候我才十几岁啊、哦。然后那时候刚出道的时候，要唱台语歌哈，要唱这种感情的歌，一定要把家己哈增加这成熟的哦，对，才有那个说服力，才有韵味。所以一直我多出道的时阵。十多岁，啊，大家在电视看我，动作我三十多。还是你的意思说你是被造型师耽误的美少女？也没有，就是那时候喜欢打扮成熟一点。哦，对，通常越年轻的喜欢打扮成熟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很年轻，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啊，因为我们现在呢。都在装壳，都在装壳。没有啦，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有讲嘛，善良啊，你心地善良的时候，相由心生。对对对，保持一颗善良的心，然后呢，有能力的时候，我们就多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就像我们的帮舅妈，主臂为怀，对，心赶快，真的好不好？大家保持善良，然后呢，多付出我们的爱心跟善心，咱的帮舅妈一定。保庇咱平安大赚钱，对不对？哦，那慧玲，我们现在呢有个忙要你帮，希望把我们这两张票送出来。这位先生，这会不会太来戴眼镜？哎，我们就是要很简单。这位，对对对对对，来，幸福很来得很突然，就是你，不要看后面，就是你。来，请告诉我，哦、林志玲呀、啊，好像慧玲，我搞错。这样来，请上来，不要害羞，不要害羞。他站在两位美女中间，他会紧张，会紧张啊！请问一下，有台语美声之称的是谁？香惠玲，恭喜答对。请问他现在站在你的右边还是左边？惨了，这题好难、哦，因为我要看他到底我跟左边，左边嘛哈，哦、他都没有正眼看我呢哈，我有这么。觉得惶恐，他害怕吗？害羞。今天好。对对 对, 对，他很害羞，说你什么时候要把电影票送给他？没有，我想要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，请问我们这样，你看我的距离够十公分，跟你刚刚在台下五十公尺那个距离看起来有什么不一样？更漂亮。真的、哦，这个也是官方的回答，但是没关系，我喜欢这个答案，恭喜你，他好，谢谢，谢谢哦。哎、欸，会不会下一张干嘛？大家不敢上来吗？搞得他好紧张、哦。没关系，下一位我们点女生好不好？因为刚是男生。好啊，好啊，好不好？这边的朋友，你要努力一下。对啊，要选一下你的那个歌迷啊。哦，好。他们举牌子举这么累，应该要进电影院去休息一下。那我来问一下啊，自肥一下。哎，为了自明，你喜欢铁粉，随便讲一首我唱过的歌。当然可以唱两句是最好的，好不好？有把握再举手哦，不然唱到别人的歌会很尴尬哦。这位姐姐，你可以吗？确定？自告奋勇，来举手，来就是你，来就是你，就是你，上来唱几姐姐你来几句歌。阿基你来，你来，你怎么都好像跟人家吵架啊？来来，你来，你来，你来啦！阿伯这张票要哪？要用夹夹好你哈。你来，你来起来念啊！害羞。啊你要跟他回答，然后票要给他是不是？你要唱歌哦。好，那你帮他回答唱歌、哦、好不好？阿基，我帮你。来来来，请上来，可以吗？他是要唱歌的，对对对，紧他现在要、突破重重的人群，大概还需要再十分钟的时间。哎、欸，你那里挡太贼哈？这位大姐，你不是我的忠实粉丝，跟了我五天，怎么突然会唱他的歌？哦，你五天都有来啊？
怎么变心了呢？对吧，就啊，我来。来，他唱的歌有《天空的主力》，那你要唱两句吗？而且你怎么知道我下一首就要唱这首歌？你看到我的歌单哦。你这个心有连心一点通。哎呀，那这个歌我了。他平常有在兼差主持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，那唱两句好不好？那唱两句，来唱两句，唱两句。一个你要给最爱的机会耶，掌声掌声，我爱你，好棒，因为爱咱的帮牛妈的，帮牛妈当然当然欢喜呀。每次我来板桥的时候，我都会来拜访牛妈。我不管我去任何的地方，有宗庙的地方，我都会拜拜。我怎么觉得你现在在讲话，好像在跟谁很像？不是谁啊？陈水怡吗？大姐，你好像大姐，我也看了你五天呢，你真的是很热情。我哪个西？请问他这五天有换衣服吗？还是穿同一件？你有换衫不？有换衫。我换衫。我换衫不？这有职业道德没有？好几张一起。啊，张喜琪，他做咖啡一种咖啡。咖啡一种的啦，美拉德啊，美拉德。我在每天都不想要啊，我有漂亮吗？每天都越来越漂亮吗？当然有啊，你叫胡家爱呀、啊，对不对？胡家爱就是爱的漂亮啊，来、啊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哎、欸，我们要不要把下面的节目交给你们两位？我喜欢，我喜欢给朱玉斌哦。来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谢谢，谢谢，爱你，爱你哦。啊，好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事实没办法改变的。长街啊，长街的脸都红了。哎、欸，跳婚的歌都唔就闹鬼，很、嗯、红哎、欸。我无认对不对？那有认你也跳到更加好对不对？这个阿妹，感觉到了。啊，那就是平常时阿无在滑抖音，这还要我教吗？这小朋友都会跳哎、欸。长街，你是不是要跟我求救了？你是不是想跟我求救？是不是想下去？好，谢谢尚坚。OK， 再次掌声，谢谢尚坚，谢谢。我已经看，谢谢哇塞，这首歌很红，谢谢。我已经看到尚坚跟委员脸，要帮你签好不好？对，好。还是你要搭飞机？哎，要帮你签了，签好啊，来。我刚刚已经看到尚坚跟那个主委的眼神，那就帮他签，签签名就对了。来，排队。谢谢。今下下晡，恁妈做叫啊，来排队签名。啊，我的哦，慧玲，你知道为什么那个达哥要上台？对，因为你刚刚在跳的时候，达哥是太晚上了，他跳的超厉害的。我今日无，我今日这帮无呢，啊，我本来唱歌唱煞，你知道因为啥？伊这首歌真正足红的，红到中国大陆去。要唔好阿哥再注意再上。我不想跳，你都在那跳，等，你们两个跳一下啦，对，我觉得哈，妹妹，你要证明说你真的会跳，会跳，对，你来现场慢动作教大家一下，好，来教给他们，啊，你再耳痒，再起来跳几盖，不要再害他了，不要再害他了，因为花人部队你。对呀、啊，过年你来过来，你们两个分解动作跳给大家了。美女我来加后空翻，美女这么厉害，你后空翻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来做那个垫子，我来做垫子。你们突破进，来分解动作一下，然后你们跳给大家，来快点。让大家就是可以一起讲，刚刚真的动作很简单，好不好？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学好哦，学好哦。好，预备开始。一再是爱你爱到超过，失去控制，爱到最后，阮已经无路好退。原来爱情是深刻无底，一时的快乐价值多少？是不是很简单？是不是？我拄只真正足惊注意，你打电话，你知道？恁未使逐工哦，为着妈祖婆一直咧服务，拢无咧看电视呢。
这已经红到台湾，红到中国大陆去啊呢。无啦，阮迄个阮阮网球嘛，甲我保庇。对，这首歌就是20年后突然之间又串红起来。但是问题是我真的有个怀疑，你刚一讲以后，好怀疑呢。你来了这么多年哦。对。你什么姻缘跟来网球嘛结起来？什么姻缘哦？来，这问题我可讲不注意的。请问什么姻缘？一个老花，好不容易出，一个老花。喘了一口气。对啊，是妈做大安排啦。啊，阿爸你慈惠堂你读的。啊，在松山慈惠堂，我们常常遇到。哦。阿哥来了。对上哥才来帮球啊。来到你松山慈惠堂啊，你还叫好不？那我冇来遮服务啊，对不？我冇来遮唱歌啊。妈做错。阿哥，我慢慢连续来过年，全家一个会来过年。啊，阿妈总无爱送我二十年，我继续来讲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真的真的，大家咱中午发球，咱附近的厝边的中和的土城的所有的乡亲士大，恁继续互恁的看到我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这个这么好的约定，我觉得真的好，这就拍该属于的时光，就是妈祖婆安排诶，这个恩婚，然后呢，让慧玲有这个机会，是有这个这么对难得的对。而且真的五年以上，是哇，你越来越红嘞！真的，哎、欸，那我插播一下啊、哦，刚刚妈祖婆打给我说，我们要送三个保温瓶。我就是这样，我不知道你们在聊什么。哦，拜姐，三个讲的，对了，杨姐姐比较喜欢礼物了。一直送礼物哎、欸，一定要约你来呀、啊！你来呀、啊，人美又会唱歌，还要送礼物、啊我。我们初一送一份，初二送两份，今天五份再加倍四份。通通送！哇，你准备起来吗？那现在我们送出由慈惠宫提供的三个保温瓶哦。保温瓶啊！对，我们请达哥啊跟慧玲帮我们献心。